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78面，678面。最后一行看起，大命将终，回去教治一即云：生死为大命，穷彼为小命。回去的往昔云：回去等者，命于终时，欲何来现？见此相时，生聚生回，回去居临，故云教之。这是愚痴蒙昧，不知不觉，有意无意，造作了三途的罪业。大命是命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后悔、害怕，来不及了。易吉思告诉我们，生死这叫大命，穷彼是小命，贫穷苦变老，这是小命。回去者，往昔云：回去等者，这一类是命于终时，欲何来现，就是地狱相现前了。你看到地狱了，看到地狱的时候，没有不恐怖的。这桩事情，我们学佛的人心里要清楚。地藏经上讲得很明白，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看到，一种是菩萨，他到地狱里去教化众生，他看到；另外一种呢，就是地狱业熟了，他要到地狱去受报，他看到。除了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就像当年章太炎先生东药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看炮烙地狱他到那个地方，小鬼指着他已经到了，他看不到，恍然大悟全是业力变现出来的造业的时候不知道国报现前了，又恐怖又害怕又后悔，这时候全来不及了你必须要承担。欲火，这是指一个总相别相差别就很多，总相都是一片火海所以
叫无恶，你是在造恶造因啊，无痛是现世的果报，无烧是来世地狱火报。给你说这个烧字就是地狱，无是恶鬼畜生啊，它就是地狱啊。这桩事情这个经后面会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不要去造地狱业啊！啊，积功累德大家都希求啊，但是你自己做不到啊！啊，为什么做不到？总的原因就是经常讲的，你心不清净，你心不平等。你想修一切善都修不成功啊？为什么呢？你修的善里面都夹杂着恶在里头，不是纯善啊。什么人能修纯善呢？心地清净的人善就纯了，心到平等的时候了，那善是最平的最纯的真善。清净平等心没有啊，你所修的善业全都有夹杂，果报还是离不开三途啊。念佛不能往生啊，这种念佛的时候只给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阿弥陀佛的种子啊。什么时候成熟呢？那是来生后世的事情。你要问什么时候成熟呢？你什么时候用真心用清净平等心，那个时候就成熟了啊。所以叫你改过，改什么？叫你忏悔，忏什么？把不清净不平等的忏除掉，你就成功了，这一生才有指望啊。啊，我教人，我自己也是这样做法，我知道这个人对我有意见啊，有恶念，不能包容我啊，我都供他的长生牌位啊，以自己修学讲经功德天天给他回向，希望把这个怨结解开。他要跟我见面，我会给他顶礼啊，我能够容他，是他不能容我啊。佛菩萨在经教里头时时刻刻劝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怎样能够把冤家变成亲家，把恶人变成好人，这是你的功德，真是功德。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往生，帮助你增高品位啊。这个对我不好，我对他有意见，我不害他，但是我远远地排斥他，我不跟他结亲。在世法讲算是不错了啊，你没有害他之心呢。可是你把他的法身慧命断掉了，你能包容他，是长扬他的法身慧命，这个功德不得了啊。
几个人会算这个账？啊，所以把在一生当中，自己可以能够修到的无上功德的时候，都自己给自己糟蹋掉了，不肯去做。啊，还认为自己不错了，我的度量很大了，我不记他的仇了。啊，可是发生毁命，有机会不给他。啊，总不能把冤亲债主看作自己最亲的，像父母一样。啊，他虽然不愿意学佛，念念不忘啊，帮助他学佛，帮助他觉悟。这个心是菩提心的，我们都念这个，都知道啊。什么条件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的菩提心就发不出来。啊，自己以为是菩提心，其实错了。啊，菩提心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清净平等觉，这心就是不清净。啊，怨恨恼怒烦没去掉啊。啊，不能够像还原观上所说的，还原观上是心得。啊，没有这个心量，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含容空有是心量啊，心多大能包虚空，这是含空，能容万法，没有一样不能容，含空容有。为什么要住着？这是你的真心，你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变得这么一点小心量，一个人都不能够容他。啊，心量越小，你就越苦；心量小到极处，就是阿鼻地狱。啊，鬼的心量比地狱大，畜生的心量又比鬼大。照理说，人的心量。应当比三恶道的众生都要大了。现在我们的心量不如三恶道，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呢，他往生了，他出离了，啊，那我们这批人呢，将来死了以后去补填他们的位置，都到三恶道去了。啊，阿弥陀佛的种子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看是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这个缘，接着再修。啊，这一生去不了啊！这一生想去，一定把心量脱开，一定要发菩提心，千万不要疏忽这一句话。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还是去不了。菩提心就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没有不能包容的，没有不欢喜的。啊，造作。无逆十恶罪业的众生都能包容，为什么？
他本心本善，他本来是佛，只是一时糊涂，你能不原谅他吗？啊，佛原谅他，菩萨原谅他，连阿罗汉也原谅他，我们不能原谅他。祖师讲的这几句话，都是现前。都是许许多多人汇入这个境界啊，自己不愿意入这个境界，可是自己的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知道啊！啊，这就是前面讲的愚痴蒙昧呀，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干傻事，啊，你的心量要记住，你的心量跟佛一样大，你本来是佛，今天堕落这个样子，就是心量太小了，啊，这心量小是假的，心量大是真的，是你的自信，是你的真心。啊，心量小的是什么？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是这个东西，把你心量变小了。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的心量就是虚空法界。啊，诸位想想，我们要不学经教，怎么会懂得？啊，那么我们就由此可知了。心量小的人肯定是闻经教少，他烦恼的那个力量很大，佛法的力量很小，佛法敌不过他的烦恼。他的烦恼是超过了的佛法，所以烦恼当家作主。啊，你自己学佛，听到自己也觉悟，啊，好像闪光一样，闪一下，马上就完了，还是烦恼当家。啊，只有常常听经，经教熏习时间久了。哎，他觉悟了，警觉性高了，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管用啊，提不起来不管用啊。啊，就像古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烦恼习气念起，一起来的时候，立刻就警觉到了。啊，警觉到就没有事情了，烦恼就害不了你了。为什么？烦恼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从那里得到正确的信息。证明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换一句话说，世间所有一切法纯净纯善，不净不善是我们自己，这个一定要肯定，你才有成佛的指望，你才有成佛往生的指望。
啊，为什么？我们的善念能把外面境界变善，可见的外面的境界不是主，它是宾。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从我的心想生。我的心想善，没有一样不善；我的心想不善，没有一样是善。你怪谁呀？怪罪别人错了啊！你错到底了。这个欲火来现，你会看到啊，不是别人错，是你自己错啊。别人没错，别人都没错，只要我不错，他就不错，我错他也错，我不错我转他，我错了他转我，就这么回事情。谁当家谁做主啊！我不被外面境界所转，我就当家做主；我被外面境界所转，我就做不了主，我就得听别人摆布啊！一般人家听命运摆布，你做得了主啊，命运听你的，你就改造了命运。我们的佛经没有白学，天天在研学习经教公布堂卷呢。啊，经上讲的会以真实利益不错这句话了，真话不是假话了。啊，可是我们听不懂，我们烦恼习气太重，障住了智慧。啊，听的时候好像是一念放光，哎呀，觉得点头，对，心里也有忏悔的意思。那听完之后就没有了。啊，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当家，依旧是灾难现前。临命终时头一个看到的就是阿鼻地狱，这个是回聚聚灵，所以叫交智啊。欲火逼身是为超也啊，地狱有多少？给你说真话，地狱无量无边，不可计算。为什么？地狱是从我们自己恶念生的。那个恶念有多少？违背心德，就是恶念。这一桩事情连佛菩萨都叹息，佛菩萨教化众生苦口婆心，众生不听，众生听不懂啊，众生回不了头啊，太可怜下面这是念老劝我们：人若不于有生之年欲心修善，至命终时方是悔恨，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啊，这个欲就是欲心的意思，
啊，真的要预先修善。啊，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就有机会修善。修善里面最大的善，转恶为善。啊，先从自己把恶念转过来，恶念没有了，都是善念，然后再转境界。啊，境界里面头一个冤亲债主，啊，把冤亲债主转过来，这段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啊，别人回报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做了十多年了，那我们在十多年当中对他没有一句回报，没有一句恶言，他知不知道呢？相信他知道。啊，他也有时候会良心发现。啊，但是为什么还不接受呢？我们想给他忏悔，他们不接受，这就所说面子问题。他的障碍在这个地方，面子问题。啊，他很要面子，我们不要面子。啊，面子是外表，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们是真诚心。啊，我们在等啊，他什么时候接受，我什么时候就道歉，什么时候就磕头啊。啊，言归和好。啊，再回头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了。啊，相亲相爱了，互助合作了，啊，这真正能够把冤家变成亲家，把恶人变成善人，这在佛法叫无量功德，这个功德大。啊，如果永远对立了，这就是愚痴蒙昧。啊，感化别人，实际上是感化自己，自己被佛感化了，你才有这种行动去感化别人，自己没有被佛菩萨感化，你麻木不仁，你不可能，你做不到啊。啊，所以学佛在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学起。这是真学佛。啊，我们常听古人说，仁者无敌。无敌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很强大，那任何人都不能战胜他，不是这个意思。无敌是没有冤家对头，没有对敌的。仁者是，仁者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一个冤家，没有一个对头。我们要学，可是他跟我做对头，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他对我有分别有执着，我对他没分别没执着。啊，那么换句话说，你走的是菩萨道，他走的是六道轮回，那不一样啊。
他如果哪一天觉悟了，明白了，也跟着你学了，他回头就走菩萨道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懂啊，要不然你的佛不就白学了？菩萨快乐啊，快乐的原因就是菩萨没有对立，是最快乐的，跟任何人不对立，跟任何人都和睦，都是自己的亲人，跟一切无不对立。这就是边境破了。人只要有对立，他活得就很辛苦。天天在计算。死了以后都是三途，就跟次第讲的是一样的。你每天在计算。宇宙之间的真相，只有大乘经讲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看到今天许许多多尖端的科学报告，看得很欢喜。为什么欢喜呢？他们研究的结论跟佛讲的是相同的。把佛所讲的完全证明了，让一般人呢，不相信的人也相信了，这个好处啊。这是一桩好事。我们对于诸佛如来格外的增长信心，增长了我们向往学习的心理。对佛菩萨佩服到基础，他什么道理？佛菩萨见性了，没有别的。科学家还没有见性呢，这个要知道，他们的报告最高的境界达到阿赖耶，他没有办法超越。佛菩萨境界超越了。他为什么不能超越？因为他有分别之处。科学家能够把妄想分别之处放下，他成佛了。他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他就差这招啊。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我们看下面经文。天地以至简，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这是一小段。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今天地球上的居民，行恶行善，佛都晓得。教育开示，信心者少，
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到这是一大段，这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造作恶业是自然三途，这三途不是人为的，不是佛菩萨造的，也不是天地鬼神造的，与谁都不相干，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所以叫自然三途。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刚才念的这段总结，前面所讲的无恶无痛无少，这我们在前面学过了，现在看总结。头一句话，天地之间五道分明，五道就是六道，说五道就不说阿修罗。佛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阿修罗除了地狱没有，地狱没有阿修罗，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天上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鬼道有阿修罗，畜生道也有阿修罗。通常讲阿修罗道呢，是专讲天。那么说五道呢，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在天就归天道，在人就归人道。阿修罗福报很大，心行不善，过去生中他也修五戒十善，所以他才有那么大的福报，他也修三种布施，所以他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他都得到。怎么会变成阿修罗呢？贪嗔痴的念头没断，也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断，带着贪嗔痴慢疑去修福，修无戒十善，他修这个，他真肯干，所以他的福报比天人还大，在人间比人王还大。那么他的福报通常是一生享尽。为什么？享福他造恶，他不善了，供高我们。他造作严重的恶业，所以死了以后他堕地狱。所以佛在经上讲三善道，三善道是指天阿修罗。讲五道，善道就是人天，这两道。恶鬼、地狱、畜生呢，这是三恶道。善道少，恶道多。说明
人行善难，造恶容易。下面会疏曰：天地则所依其间。讲天讲地，是我们所依靠生存的物质环境。总表三界，三界都有物质环境，是我们生存所依靠的。那五道呢，是能依的有情。三界是物质环境，居住在三界里面呢，这就是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有情里头有善有恶，同居了。这说明一真庄严呢。一是我们依靠生活的环境，这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全算是依报，正报是自己身体，自身是正报。如果正报没有了，我的医报也同时没有了，确实跟做梦一样。梦中有自己的身体，正报；梦中有很多境界，那全是医报。有人事的境界，有物质的境界，同时医报。梦中时间短，醒过来我觉得做了一场梦，其实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也是一场梦。生到这个世间来了，一生过去了，死亡那一天觉悟了，一场梦，这个境界没有了。道理佛说清楚了，心性识变能信、能生、能信是自信。在六道里头千变万化，真的是念念不停呢。念念不一样啊！一秒钟，1600兆的念头，念念不一样。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可得。所以我们前面读到啊，这祖师说的真相是什么？不断之无，确实是无。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叫做无。但是这个现象它相续，虽相续，每一个相不相同。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诸位就能够体会到。万花筒确实里的东西不多。可是它一变化无量无边。我们把它转一万次，找不到两个相同。
啊，就跟我们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相关话筒，里面东西并不多，可是一转变，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不可思议。那苦乐因果，人人常见的，所以说无道分明啊，清清楚楚啊！啊，只要我们冷静一点，心浮气躁的人见不到。啊，稍微冷静一点的人，他就很清楚。就很明了啊！下面义吉大师说：“天地之间，无道生死，因果分明呐。表因必有果，如是业因。”如是果报，一丝不爽啊！人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相信他不会得罪一个人。为什么？后头有果报。那我瞪他一眼，他明天可能会瞪我两眼。我对他一个微笑。跟他见面，他就常常对我微笑，这不因果吗？啊，我尊敬他，我爱护他，我帮助他，他尊敬我，他爱护我，他帮助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就在那个真心。真心能感动人呐！啊，恶人都被你感动。那就是你的功德了，你把他度化了。啊，他本来不善。啊，他看到你对他那么善，良心发现，他变成善人。你在这个时间真正度一个人了，这个人得度了。啊，先帮他断恶修善，然后再进一步帮助他学佛。啊，最后呢，帮助他往生成佛。菩萨的心，抓住缘，自己一定肯干。不舍弃一个众生，帮助一个众生回头向善，帮助他将来能够学佛往生，这个功德多大！世出世间没有超过这个功德的。度人靠嘴不行啊，也不相信啊，要靠行为。这个行为最重要就是真诚的爱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里头生的爱心，那个爱心叫慈悲啊。这个慈悲心的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啊，那是他内涵，表现在外面慈悲。啊，点点滴滴的慈悲，分分慈悲，里面通通含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你说他能不感人吗？
这感动人呐！我们一般人的爱心说里头没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所以那爱心不能感动人。那别人是感受一下，很欢喜，欢喜完了就忘掉了。啊，如果你是用这种心对待人，纵然给他见一次面，他一生不会忘掉。哦，那个人真是好人，那个人对我真好。啊，纵然只有一次，他阿赖耶印象很深。啊，他还希望有第二次，还希望有第三次。啊，最好能够常住在一起，共同学习。啊，人业习不一样啊！啊，遇到传统文化了，遇到真正佛菩萨教诲了，还是不能亲近啊？那是什么原因？他自己本身有一些毛病习气，不能跟大众相处，这是他本身的问题。啊，而道场负责人，他没有成佛，他也有业障习气。他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学习，除非真正把这个道理懂得了。啊，自己在家里可以真修，修成功之后你就放光了。啊，像刘素云这样的人。啊，那么由此可知，能不能成功，自己要占90%。外面缘呢，顶多10%而已啊。啊，所以外缘的障碍，不但不能够怨恨，要感恩。这是真的啊，他障碍我，我还是能成就啊。我只要有一个得力的人帮助我，我这一生就是这样的啊。只真的只有一个韩馆长啊，30年十宗护持啊，我们根基才扎稳呐、啊。我们不是上根立志，上根立志的人，10年就够了。啊，你看我需要30年，这下根人呐、啊，啊，中根人20年，下根人30年。啊，他30年帮助我，我这根基才扎牢。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能够随缘。啊，善缘能随，恶缘也能随。我没有障碍，那我就看得非常清楚。
啊，看什么呢？看一切众生造业不同，受报不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义即是在此地说的，天地之间无道生死，因果分明，一点都不错。啊，每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造业因，那都是业因。有因必定有果，啊，这个果报一丝不爽，啊，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机遇，全是业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修善的时候，也是有业障啊。遇到正法。信心不容易生起来，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小时候，接受圣贤教诲的这个缘没有啊，就像三字经上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没有圣贤教诲，他的习性跟他的本性啊，习性是善，本性是不善，习性跟本善本性呢，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远到后来呢，本性不起作用了，起作用全是习性。啊，习性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习性的造作是杀盗淫妄酒。啊，本性是善的，它不起作用了。这个道理我们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天天都看到。啊，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高度的警觉性。啊，那我们要做出来，表演给大家看。啊，这是行菩萨道啊。表演什么？表演能够忍受，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顺逆境界都一样，顺境里头没有贪念，啊，清净平等觉能保得住，不会被迷入。逆境里面不起怨恨恼怒烦，顺境逆境只有一种心，感恩的心啊，报恩的心。要知道别人对我不善，我也要报恩。什么恩？
我在这个境界里面平安通过了，我没有起怨恨。啊，等于说他来考试，不通过这个考试，我怎么知道自己忍辱的功夫？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智慧？啊，这一考试就考出来了。我没有迷惑，我有智慧。啊，我没有怨恨，我感激。感激他这一次考试，让我知道我的境界提升了。你要不知这个恩，你就不会感恩。知恩报恩呐！啊，所以一切逆缘，啊，一切逆境，对修行人全是帮助啊。他要不觉悟啊，哎呀，这处处都是障碍啊，这是他退心了，那就错了。不能怪别人，怪自己。啊，境界永远是中立的，没有善恶。啊，善恶在哪里？善恶是在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反应。啊，这个人回谤我，无缘无故，胡造谣言回谤，来伤害我。我如果觉悟了，这好事情，消我的业障。不通过这个机遇，业障怎么能消得了？他造罪业，消我的业障，我能不感恩吗？我能没有报答吗？我怎么报答？我把我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他将来堕落在恶道里面，他受罪就很轻，他不会受那么苦。啊，提婆达多处处是处心积虑来破坏释迦牟尼佛，啊，想害他，想破坏他的身段。释迦佛能忍受啊，表现给我们看了。啊，没有提婆达多的行为，我们怎么能看得出释迦佛的德行？啊，对释迦牟尼佛那种恭敬心，你怎么会生得起来？所以，在释迦牟尼的心目当中，提婆达多不是坏人呐。所以，提婆达多堕地狱了。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地狱里享受跟逃离天一样，那快乐，为什么呢？成就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让大家都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怨恨的。那么由此可知，善恶因果全在自己的一念，与外头境界不相干了。我一念善呢，害我的人他都得善报。啊，你看堕地狱，他不受苦。这个道理
很深很深。啊，要细心去参究啊，你才能懂得了。懂得之后，你能够换一种心，这个心情来处事待人接物，那你就快乐无比。啊，有对立就有烦恼，就有痛苦，就有苦报，把对立化解了。啊，别人对我对立没关系，对立再多，我这里全部化解，没有了，得大自在呀！善恶报应。报应者，前住无畏，前住是定福宝的住起，有时必报，有感必应。着重在这个必字，必定呢、啊？那有感必定有应，故现前所得之祸福，皆是续因之报应。啊，我们现在这一生所遇到的，这是果啊，果必有因呐、啊。我们前世造的是什么？这一生当中所受的就是啊，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所受的是净业。那为什么呢？我们的心净化了，不迷了啊，顺境里面欢喜，没有贪念，逆境里面啊，恶缘里面心清净，没有忏悔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一个感恩的心啊，念念呢都是有个报恩的心，这个与法相应呢、啊、与性德相应呢、啊、啊，会所云善恶是从因上讲的，有因报应是从果上讲的，因有善恶，果就有苦乐，心身影响啊，毫厘不差了啊。心身就是回音，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立刻就回音过来了用这个来形容感应，丝毫不爽啊！那我们的念头善，就没有一样不善；我们念头要恶，没有一样不恶啊！善恶是自己负责任，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全是自作自受啊！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你才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一生
圆满幸福的生活。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没有顺利，不是没有善恶，顺利善恶统统都有，它对你不产生影响了，这就是最高享受。啊，你永远清净，永远平等，永远快乐，法喜充满。啊，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这就是最高享受啊！啊，念头一转，恶人变成善人。啊，他那种恶的行为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利益。啊，来考验我，我这一关又通过了，我又提升了。啊，他没有伤害我。今天伤害的，障碍你的明文力量，明文力量我都丢掉了，我不要了，啊，他就伤害不到了嘛。啊，真正学佛人所修的是提升自己境界，每一次来考试，一次考试提升一次，一次考试提升一次，这多好啊！不拒绝，欢迎呢、啊？啊，真的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啊，跟在我身边人都看到了。啊，只要我们的心正，心底纯净纯善，啊，心目当中真正相信佛的教诲，人心本善，要肯定这个。在恶的人，他的本性本善，我们尊重他的本善，不善是习性。不必放在心上。啊，佛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看法，就像看佛一样。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真的在学佛。佛在话，那个学佛是假的。啊，对不善有恶念，对善念、对善善人生或生欢喜，这都错了。为什么？你被境界转了，你是凡夫，你还有严重的分别。严重的执着，你在佛法里毫无进步。啊，那么既然明了，所有的报应，啊，福也好，祸也好，都是过去今生所种的因啊，有因它就有果嘛。因必随行，回向随身，一丝不爽，夜因果报啊，亦复如是。啊，因随行，
我们站在太阳底下就有个影子，人走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啊，用影来代表因，啊，因字代表果报，啊，因果决定不会离开，啊，回响随身，这叫善果里头，啊，在这个大礼堂当中也有回应。你长啸一声，他就有回应。啊，所以一因果报啊，跟这个比喻完全相同啊，祸福相承。啊，承是承受。续是业因。善恶夹杂了，故后世受报，或是先乐后苦，或是先苦后乐，苦乐相及，祸福相依，故云祸福相承。作善得福，造恶得祸，皆是自作自受啊！故云：“身自当知，无谁待者。”啊，这个苦乐别人代替不得的。啊，到底是先乐后苦，还是先苦后乐？这是与语言不同。那因阿赖耶里面通通有，对，业系种子都有。啊，因遇到语言，果报就现前了。语言很复杂，啊，自己要清楚。先乐后苦，那结果还是苦啊。先苦后乐好啊，为什么？先年轻嘛，年轻苦一点没有感觉到，年老苦啊，那叫真苦啊。啊，少壮的时候把苦都吃尽了，老来享福啊，叫真有福报。啊，纵然老了，老如果没有衰，还可以工作，那别忘记修福。啊，永远在修福。我们看到日本一个企业家稻盛和夫，我看他这个观点，他是日航的董事长，出门坐飞机坐普通舱，啊，坐飞机那个钱公司的，希望公司的时候少负担一点。啊，出门的时候他自己都带一个笑，好像公司包一样。他有随从啊，为什么不给别人？他就说，我还能拿得动，
好像我手上空空的，感觉到我，他说我对不起神，对不起上天。啊，自己一定要拿一点行李，啊，不让自己空手。这就是老了不衰，没忘记修福啊。福不能享尽啊，福享尽了，人就衰了。啊，衰得真的不能拉了，甚至不能走了，要坐轮椅，别人来推你。那是什么？福报享尽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惜福，到老死还是惜福。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虽然有人照顾你，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的我也能做。啊，我可以不需要他照顾的，我尽量不需要他。爱人。这是德行的啊，除非不得已。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们做榜样。他95岁，才接受两个同学照顾他。95岁，换句话说，95岁以前自己照顾自己。啊，同学很多，都想帮助他了，都想照顾他，不必要，自己还能动。啊，烧饭、洗衣服，自己还行。啊，这都是做最好的榜样，给我们后人看。啊，福不能享尽啊！啊，享尽之后你就没福了。啊，处处想到戒戒，啊，我们看到稻盛和夫的戒戒，客气。啊，所以他的事业有成就，一生立于不败之地，严守道德的规律。啊，不义之财，他决定不做。啊，不劳而获的事情，他不干。啊，所以金融多少次的危机，跟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决定不做投机、不劳而获的这种生意，这他不干的。啊，所以祸福是自作自受。啊，如果是怨天尤人，你就罪又加了一等了。啊，那你是大错之错了。啊，说
身自当知，无谁代者呀。下面，从善人行善到从明入明，这个六句。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后面是这个事情，谁知道？只有佛知道。啊，综合会书。即易即事的意思啊，解释说，善人者，种善因之人呐、啊，来世生尊贵之家，身心端正，圆净和美，身心愉悦，是为乐。这善善报啊，一个种善因的人，行善，行善啊，一生都能够守住，他要出不了三界，来生一定是生尊贵之家，它不是人生。如果行的是大善，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它就到天上去了。啊，四王天、桃李天，这种人很多。啊，身形端正是说他的身体好，我们今天讲身心健康啊，精神饱满啊，圆净和美。圆是人事环境，净是物质环境，文人人缘物质环境多好啊，人很柔和，静非常优美啊，身心愉悦，他的生活快乐。佛有明达，要善好施啊，这是明。明是什么呢？这有智慧啊，他聪明喜欢善行善事啊，喜欢布施，喜欢帮助别人啊，他家富有，别人家庭贫苦有缺乏的，他常常布施人家，帮助人家啊，这是聪明，这是智慧。若更多做善业，勤修福善呢，那得升天呢。这刚才讲过了，他的善业太大了，善福太大了，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他就到天上去了。啊，天人的福报比人间大，所以十善业的佛说得很清楚，中品十善
不舍人生，来生还到这个人间来，就是前面讲的生尊贵家，他一生享福。那如果是上品十善呢，他就升天了。啊，还有个下品十善，到哪里去了？到阿修罗罗刹去了。什么叫下品十善？实际上，下品十善呢，他们所修的是这个十善，真的是上品。上品为什么叫做是上品？这个下品呢？因为他要骄傲。傲慢、好胜、好强，他有这个习气啊，也就是今天讲的是，他满怀着竞争啊，不肯在人家下面，一定要出人头地啊，这个念头不好啊，这个念头与性德相违背啊。啊，所以他也能够升天，升天变成阿修罗。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的德行。啊，天人慈悲善良，他没有，他很凶恶。啊，他好强，好胜。啊，这样的心所修的善就变成修罗道。啊，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福报其次的人阿修罗，啊，再其次的鬼畜生阿修罗。啊，在畜生里面，那就是毒蛇猛兽。啊，在鬼道里面是那也是有福报的鬼鬼王。啊，这鬼王非常凶恶。啊，他没有善心待人。啊，他有这个恶的习气。所以，要善好施啊，好。喜欢帮助别人，喜欢成就别人，喜欢提拔别人，这个功德都非常非常大。啊，人能够帮助别人，就有别人来帮助你；你能成就别人，就有别人来成就你。啊，如果处处是障碍，啊，是挑剔，是阻扰，那我们自己将来得的这个果报就愚痴。那为什么断人法身慧命？啊，纵然修福，有福没有智慧。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记住这四个字啊。哎，也真正明了这个事情，我们人生苦短，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好事呢？何必要处处去障碍别人？啊，做好事肯定有好报。啊，那下面说，其更善者，在念佛、生息等等呐、啊，这是最善了，没有比这个更善了。
啊，帮助人念佛，帮助人呢闻佛法，成就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作佛，这个福报大了。世间有没有？有。啊，帮助这个人成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智慧，他只修了佛，没有修智慧。啊，怎么没智慧呢？自己自私自利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自己还是搞自己的名闻利养，虽然做了很多不善的事情，福报很大。那什么原因呢？他护持佛法，那佛宝在保佑他。但是要知道，佛宝享尽了，麻烦就来了。佛享尽了，你这个恶业报就现前了。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自己不知道，啊，像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这最有名的佛门的大护法，修福不修慧呀，修福德不修功德了，没有功德了，啊，实际上是。听经太少，什么是功德，什么福德都搞不清楚。啊，以为自己修着福就是功德。啊，佛菩萨将来就保佑你升天，错了。福德出不了六道轮回。功德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啊，福德功德差别在哪里？福德着相了，功德不着相，同样是这样的事情。啊，你用清净平等心去修，做这个事情是功德。啊，里面还有私心在里面，这是福德。一样的事情，两种果报啊，用心不同啊。啊，所以更善，更善是发菩提心的一向专念的。虽然菩提心发不出来，为什么呢？有我把菩提心障碍住了，有我就有私心了。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清净平等觉。啊，有我有私心就有染污，清净心没有了。有高下，我喜欢你，我讨厌你，平等心没有了，这菩提心就没有了。啊，不晓得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关系，佛大乘佛法这讲绝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是真正的真心的。啊，天堂地狱都是这个心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
没有离开自心。佛说得很好，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分自分他，啊，才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啊，这就叫什么？这叫习相缘。啊，你这个妄念妄心，跟你的真心愈趋愈远了，真心不知道了，迷了，完全用妄心，用妄心都是搞六道。用妄心做不了佛，《楞严经》上所说的，用妄心修行，犹如蒸沙做饭。你把沙放到锅里，想把它煮成饭来，煮一辈子，它还是沙，它不能变成饭。这什么呢？因不对呀，你才能煮成饭呢，沙怎么能煮成饭呢？啊，把米当作真心，把沙当作妄心。啊，你是妄心成不了佛。这楞严上讲得好啊，讲得透彻啊。啊，学佛要学着用真心，释迦牟尼佛一生真心待人接物，他做出来了。释迦佛讨厌一个人吗？没有，连提婆达多天天找麻烦，他都不讨厌的。啊，提婆达多做了中医，啊，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徒步，啊，他习惯走哪一条路？那个路上有一个地方是悬崖，啊，有个峭壁，他就在上面放了一块大石头，啊。佛从下面走就徒步，石头推下去想把它砸死，这个我信。佛的佛宝大了，有护法神保佑，啊，韦陀菩萨在空中用降魔术把石头拦住，石头就碎了，啊，碎的时候碎片把佛的脚砸破了，流血，这叫触佛神血，它有典故的。啊，这个罪是阿鼻地狱。啊，他有没有堕阿鼻地狱？堕阿鼻地狱了。佛说，他在阿鼻地狱，就像逃离天一样快乐。这是什么？佛以自己修持功德加持他，减轻他的苦报，没有怨恨呐。啊，佛对一切人呢，慈悲平等。啊，提婆达多跟佛有缘，堂兄弟，就是嫉妒心太重了，不是别的。啊，提婆达多想把释迦牟尼害死，他做佛，就僧团里面的时候，他做老大。大家听他的，
他帮扶。所以有一部分人听到他的话，对释迦牟尼佛怀疑，就跟他，所以他也有不少弟子。啊，最后是在卧室住的太多了，堕地狱了。啊，于是他的那些弟子觉悟了，再回头了。啊，这些都是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每个人过去生中给多少众生结缘啊，结缘结缘通通有啊。我们这一生学佛了，如何把这个事情摆平，愿亲平等，这是一桩大好事啊，让大家通通就回头是岸了，一心向佛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就个个的成就了吗？啊，不能再顾着面子，这个面子害死人了。啊，面子是严重的业障啊，必须把它放下。啊，不放下就大错特错。啊，是由佛表现的，尤其是开悟之后49年讲经教学，啊，跟我们是表现的，我们真的要向他学习。又我人造我业，种我因，得我苦，故生卑贱之家，形容苦高，饥寒交逼，交迫病恼身心，是为苦。那么这种果报我们看，现在地球上非洲这些贫穷落后国家，你看看那些小孩啊，每一天饿死多少，啊，饥寒交迫，有的冻死，有的饿死，没有衣服穿了，小孩没有，大人也。啊，为什么到人间活得这么苦？果必有因。啊，过去生中造作恶业。啊，种恶因得的恶的果报。啊，为什么到人间来？那过去生中肯定修过五戒是什么？啊，五戒是什么？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就受报。啊，人道肯定是五戒是什么？畜生道肯定是贪婪、贪心，啊，贪心是恶鬼道，这是引业引导你到恶鬼道去。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愚痴多啊。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的 啊实际上呢，就是经上讲的愚痴蒙昧。对于事实真相不知道，
他知道他就不敢干了，知道你看他的行为一定把他改变了。啊，真正知道的人，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常说的，他是报恩的心。啊，他没有贪念，他没有怨恨，心确确实实是清净平等的。啊，觉不敢讲，觉那就成佛了。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那就愚痴。啊，所以这个底下说，愚昧无知啊，不信正法了，不行善事，这叫明，明就是糊涂。啊，唐更多作恶业呢，死多恶道。那就三恶道去了。啊，那么这个不信正法，不行善事，这两句的意思非常之深。为什么？什么叫正法？什么叫善事？知道的人不多。学佛的人知不知道？不知道。自以为是正法，自以为是善事，实际上呢，实际上在造业。啊，为什么？为名、为利、为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挂着正法的招牌，打着善事的幌子。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人先去，到哪里去？几乎都到地狱。啊，你要问为什么？灌顶法师讲得很清楚。啊，慈云灌顶法师，我们把它念佛一百种果报，把它记录下来，印成一张，这可以流通，让大家都看看，提高警觉。啊，我们念佛人，在一百种果报里面，将来是属于哪一种，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头一条。念佛多阿鼻地狱，什么原因呢？为五欲，贪图五欲，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为这个而念佛，而修净土，果报在地狱。念佛口善啊，心行不善。啊，你的心，你的身不善呐、啊！啊，而是打着佛的招牌，打着阿弥陀佛招牌，干的事情跟阿弥陀佛相违背，这个还得了吗？啊，真叫糊涂啊，真叫愚痴啊！啊，所以底下讲啊，唐更多作恶业，死多恶道，故云
从苦入苦，从明入明也。啊，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几句我们底下一堂课再学习。